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纪周报。熟悉美国国内政治的人很早就预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冲突是长时间的不会解决的冲突，但是它又跟美国国内的选举政治息息相关，所以在2022年会是很严重的冲突，到了2023年就会冷却一点点。2023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拜习会，许多人以为美中关系可以喘一口气，告一个段落，但是熟悉美国内部政治的人就会知道，为了国内选举的需要，到了2024年，美中的冲突又会在步步高升，到了2025年才可能会喘息一会儿。而这一次主要的冲突是什么？主要的冲突是贸易战，发动的是拜登。拜登和习近平整整通了105分钟的谈话，今天我们做出一系列的相关报道。根据独家的消息，这通话的105分钟里头，比较了解外交事务的人会说，真正讲话不会超过一个钟头，但真正的重点是 Biden 和习近平谈话里头是事先示警，就是我在耶伦跟 Blinken， 一个代表美国财经的最重要的官员，前联准会的主席，财政部的部长，当然决定要不要提高关税的虽然是在商务部，跟美国的贸易谈判总署，可是基本上 Janet Yellen 可以说是还是整个财经内阁里头的主帅。另外是国务卿布林肯最近都要访问中国，而 Janet Yellen 即将访问中国之前， Biden 和习近平通了105分钟的电话，扣除口译大概不到一个钟头，可是最重要的是 Biden 是以警告的方式告诉习近平，警告他什么呢？不是侵犯台湾，不是指其他军事问题，就是告诉他 Janet Yellen 去大概要做什么事情。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看到的最清楚的一个讯息是，美国正式的认为2022年到2023年中国大陆有一个新三贸，就三个对外出口的贸易。在 Janet Yellen 的眼中，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经济学家，所以他这样子的谈话是蛮特别的。他说中国对外用扭曲价格的方式倾销这三样产品，第一个就是太阳能电板，尤其是锂电池，电动车锂电池，第三个是电动车，这三个都是绿色能源。如果从全球暖化的必要性来看，美国应该欢迎价格很低的太阳能板到中国大陆去， 从中国大陆卖到美国去，到了美国以后广铺，其实还可以用美国当地的工人广铺很多太阳能，可是他要保护美国当地的太阳能产业。可是美国的太阳能，它本身太阳能板呢，它本身作为一个太阳能板，功能并没有比中国大陆所制造来的更好，价格又不能够比较，所以呢，美国认定这个叫做倾销。但美国认定的倾销在经济学上能不能够成立？在 New York Times 一位经济学家就特别提到，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倾销，是美元在过去联准会的升息里头，美元非常高，相对全世界的货币，尤其是亚洲货币，包括台币，尤其是日元跟人民币，加上中国的经济，人民币一直贬值。这个贬值并不见得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因为人民币一直贬值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外逃，但是这个结果也造成了中国很多出口就具有竞争力。当出口具有竞争力的时刻，这里头牵涉到了太阳能板是一项，那太阳能板是美国比较中小企业在制造的，所以美国想要保护这群人的工作环境。而拜登最重要的这一刻，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川普的支持者就是这些所谓跟不上的人，所谓在美国现在高科技 AI 发展之下被抛弃的产业，他希望这些产业的人是属于绿能产业的，他希望他们可以回头支持他，把拜登的把川普的选民给拉过来。所以这里头呢，就第一个牵动的是太阳能电板，第二个是锂电池，第三个更重要的是电动车。川普已经扬言
很清楚，将来他当选了以后，凡是友好的国家，包括台湾，可能包括电子业，全部都要课征10%的关税啊。那台湾的电子业呢，是从1987年开始，当时台湾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后来台湾的电子业一路都是零关税，到今天为止，很可能川普当选，关税就要被课征 10%， 这个几率是很高的。科技产业，它其他的产业通通都要课征10%，不友好的国家60%，但川普也特别点名，因为美国最核心的铁锈区还是汽车产业区，那整个电动车。中国现在所拥有的电动车的竞争力已经使美国跟欧洲的车企都喘不过气来，所以川普现在的主张不是只有从中国大陆出口的比亚迪其他的电动汽车到了美国去要课征60%，他说100%，而且即使你在墨西哥制造的，只要是我查到是中国资本的，全部都要课征100%的电动汽车。那面对川普对于这一些选民的号召力，这些选民的号召力，很多政治精英，很多学术精英，文化精英认为川普是个疯子，怎么可以选他？他们却忽略了这些选民就是没有工作，日子过得很困难，很多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或者是家里出现了一个意外就没有办法支付他日常生活的人，对他们来讲，川普才是帮忙他们解决问题的领导者。所以拜登在这个时刻他走上了川普的路线，而且比他更鹰派，所以在这个时刻他派出了 Janet Yellen 到中国大陆去，虽然谈到说你不可以歧视美国在华的企业，可是重点不在这里，大家都知道他点名这三个企业，很可能他一回到美国去以后就由美国的小内阁，最后由商务部跟贸易谈判代表整个宣布对中国的关税，那这对于拜登的选情是绝对有帮助的。所以美中贸易的冲突再次的升高，它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2024总统大选，现在拜登处于逆势的状况，他要把传统产业，而传统产业里头他最关心的跟绿色农业有关，跟汽车有关的这些工人，这些制造业的基层的那些人的选票从川普的口袋拉回来。 President Biden, what's your message to China today?世界一度以为2023年11月旧金山 APEC 场边元首峰会会是中美关系自2018年美国时任总统川普启动美中贸易战以来破冰解冻的起点，再继续把时钟快播至2024年4月，拜登与习近平阔别半年后首度热线，和白宫代表紧接在热线后访州，向北京预告拜登政府在剩余9个月任期之内不可能对美中两国争端毫无作为，都彻底说明了何谓今时不同往日。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President Biden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he re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ikTok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today? TikTok came up today, yes.美中再次对谈，分歧丝毫未减。台湾问题、TikTok禁令、经贸科技打压，是拜习谈完105分钟之后，两国依然存在歧见的三大议题。台湾新任总统就职大典520在即 ，BBC 在内国际评论普遍认为，习近平严正表态台湾是不可逾越之红线，以时间轴来看合情合理。拜登自然也顺水推舟地再度重申美国的一中立场。此外，习近平也向拜登具体指明，美国一再打压中国经贸与科技，制裁清单越拉越长，早已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风险。他说，美国若愿合作，中国必将敞开双臂；反之，执意阻碍中国科技发展，北京不会坐视不管。但拜登坚定告诉习近平，美方没有取消向中国限制高科技出口的打算。至于三大分歧议题中，新华社新闻稿里只字未提的是，拜登在电话中向习近平再三重申，基于字节跳动拥有 TikTok 股权，美国着实忧心中国能共享这一套热门软体，而希望字节跳动撤资的当面喊话。事实上，这通元首热线在更大程度上是美国在替后续动作提前示警。I thin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mishandled China very badly.
I think this call was really to set up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Yellen's visit to China. She is coming here, though, with a stern message. Ahead of the trip, she refused to rule out taking more steps to protect U.S. industries. Will you be bringing a message that if there are not changes, that trade barriers might be considered, that the need to protect these industries in the U.S. and Europe, that China will face increasing pressures for trade barriers? So I don't have anything specific to offer on that, but I will emphasiz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resiliency of supply chains seriously as an issue, that we feel it's important to have some domestic presence in clean energy. 美国财长耶伦成为拜登政府中唯一任内两度访中的重量级阁员，并在布下抵达访中首站广州的专机后，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敏亲自迎接。没有会谈行程的首日，耶伦选在老字号餐厅陶陶居大啖粤菜美食作为登陆第一餐。在川普赌获共和党2024总统提名，并在近期大胆抛出足以令美中经济脱钩的高关税献策后，各界无不高度好奇，拜登会不会透过信使耶伦的二度访中，替强度高过川普的抗中关税战敲下战鼓，亦或耶伦就是像过境阿拉斯加时告诉媒体的那样，此行单纯为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而来。Building a healthy economic relationship requires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American workers and firms. This includes the issue.Of China's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can cause global spillovers. I believe addressing overcapacity and more generally considering market-based reforms is in China's interest. As I've said before, China is too large to export its way to rapid growth.And if policies are oriented only at generating supply and not also at generating demand, global spillovers will result. 2023进出口全年成绩单出炉。进出口规模是逐季抬升，到了2023季度都在10万亿以上。访中第二日，无论是拜会广州省长王伟忠，还是来到中国美国商会的活动上，耶伦当面提及的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在意的中国倾销，其实正是习近平近来为了让中国摆脱在后新冠时代下经济复苏乏力、国内消费不振，希望借由提高出口，以拉动中国整体经济成长的外贸新三样。太阳能、汽车、锂电池。2021年以来，北京介于房市萎靡崩盘、荣景不再，转而把投资压出在国内制造业上。过去两年，中国房市投资虽有所下降，但中国整体投资额其实并未下降。部分原因正是拜北京大举投资制造业所赐。英国金融时报三月底报道，中国外贸新三样从2022到2023年，三项产业外销总额共计增加了30%之多。Just in terms of this visit by Yellen, she wouldn't be drawn on tariffs, more tariffs, but is that where we're basically headed in your view? Well, it's complicated, right? Because Yellen is, it's not really her purview 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This is more of a commerce and USTR issue. And so, yes, I think that we probably are headed.Towards more tariffs. This will in part be to address issues like overcapacity. We will probably see increases in tariffs, particularly around things like EVs, where there's a perception that, you know, years of subsidies in that arena have given Chinese companies a major advantage.经过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赴广州会晤的耶伦，依然把此趟出访定调在说服中国放弃向世界大举倾销新三样，不要继续让相关商品价格在全球下滑，从而损害了美国等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卡内基中国高级研究员佩蒂斯去年曾经告诉《金融时报》，倘若持续依赖制造业推动经济成长，中国占全球 GDP 份额
势必上升，且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若以每年4%-5%的速度成长，即使制造业占中国 GDP 比重没有进一步增加，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会从目前的30%上升到37%。世界其他各国有办法吸收这样的成长吗？美国总统大选将至，关税战会不会是拜登在选战倒数关头的杀手武器？专家已经言明，提高美国进口商品关税不属于美国财政部职权，而是商务部及贸易代表署。一轮反美后，才将是美中关税战拜登最后冲刺版，事态是否明朗的开始？